慈心中国时代，咱各庙宇长寿会这些先进吼，现场拢是咱这个团队带过来，咱的青年军吼，已经现场所有说明、所敬重、敬爱、尊重，这些中国时代厝边头尾亲，来自各国的这些好朋友，咱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非常感恩甲感谢，非常非常的欢喜。28年来，伫少年当初83年，打打入咱人民代表会时阵，迄时阵少年唔知影代表是啥物，代表是咧做啥物。但是咧，伫我当选迄一刻，我就立下我的意志，我一定要来为民服务，做出对地方更加进步、更加需要帮忙服务的人。所以，伫87年当选台南县第一届的议员，咱的县议会所以说明，为着地方所有几十年来的饮水之苦，地方的大建设，说明定下我的意志，我一定要改变这个水源。因为伫我83年做代表的时阵，我就到咱保安。到咱保安撩水坐船啊，伫咧送便当，即种的苦咧，大家拢无法度去体会着。现场只有是饮过水的人，你才会知影艰苦。所以嘛是感谢大家，让我有机会继续连任，为87年的这个县议员、市议员，到今仔日是咱第7届的议员，议员总部成立。所以20几年来嘞，少年为着地方，咱个水患我已经解决了。三明电车100几亿的治水已经解决了。咱的交通问题就是流向咱上轮，咱的保安，咱的大驾离航，所有中秋节，三明电车的水患解决，咱交通问题的水患解决。所以这几年来，大家有看到，咱的水源已经未用水啊，未用水啊。第一点，第二点，所以为着要解决咱地方交通已经泡沫化发展，所以咱先争取着咱上轮啊，北中区交流道，了后争取着咱的昆仑路，开到咱的桂林，咱的这个到咱的北中的这条道路凯旋路，规段泡沫。了后，搁把咱的凯旋路过去，咱知影怎啊样，就是咱的高发山路，宋元买间开票一只15米的道路，伫咱中央顶都有法度通往到咱的高铁站区，所以交通非常的顺便。再来，咱即马一个大案件，咱的德塘路不可能的代志，嘛予宋元已经开票开通完成了。就是咱老表厝的菜市啊，咱的德塘路要通到咱的机密博物馆。我相信现场真侪真侪是咱在地乡亲，咱非常的清楚。这条路12亿也已经开票，咱即马所要进行的，伫未来要进行的，就是咱的胜利路。咱的胜利路，所以嘛已经我打架路边，争取经费转来打马甲碰破。咱即个胜利路，我到咱的中正路，搁要过就是已经无路。所以这几年也已经争取着规划、计划道路，而且都市计划变更，要把咱的胜利路拍高者，通往着咱的中华大学，就是咱的中山路，咱走高者。搁过去是咱经过24公顷的住房处，也是当初少年伫管理会时阵争取当来设立的。管委的住房处，搁过就是咱的三明金溪，啊，搁跨过了后，溜落就是咱的中华大学。这条的经费19亿，咱即马伫咱的市政府，所有在规划道路变更好势，伫咱明年度就要到咱的中央营建署来讨钱了。营建署的署长是咱台南市政府的局长升起，所以甲咱的吴处长咧讲，未来这条一定爱赶紧来变的。再来就是咱大甲里巷这边这交通，咱即摆是靠着咱的省道才会当来到台南市。
在未来，咱即马知影八六的，八六的，咱即马走八六的，发到永生路，永生路，倒手是无路的。所以争取规划，要把永生路直接贯贯到咱大甲二巷的中正西路，中正西路所以嘛已经拄啊把大巴车伫今年的年前铺好，这条路若搁接过来，搁接过来，咱伫未来，咱要完成咱所有大甲二巷遮的交通网就拍开。再来，咱现在知影咱真正交流道，咱的万大桥，万大桥所以嘛争取三亿元，即马咧时间当中，因为咱过去，咱的太乙工业区。无好的饮水，无好的饮水，所以工业区的厂商叫苦连天。所以咱把咱的桥要来做大，下底桥准拍掉，就是一片的高粱架挂过去，下底咱的三明经体流水就顺输了。所以这拢是在时间当中，再来非常的重要。在咱新农区啊，滨雅哦，咱需要欠款的是一个大型的病院，所以苏联的嘛已经。争取到咱新台病院，要来咱的沙仑站区内底起一间沙仑分院，这也已经确定了。再来是咱需要一间派出所，因为中正大学这个大学生发生苗了后，我相信全国八个新闻大家拢了解，所以说因为争取到咱沙仑高铁站内底要来设一个沙仑派出所，9400人。咱的市政府也已经同意啊，未来沙仑只要接触接触，十一月二日，恁有机会和沙仑上垒，登记第八号的沙仑有法度上垒。伫未来沙仑细人甲咱的工作团队，恁持着过去20几年来，恁对着沙仑的疼惜甲栽培，进步一家人，阮一定拼，一定冲。一定要让咱的地方更加进步，包括着咱沙仑站区，伫过去打开的时阵是一片的荒野荒草，桂林派出所不时的时阵就会伫遐咧掠贼，但是恁即摆看会着，规个沙仑高铁站区的发展，规点中心已经对外要营运啊，咱看会着，后来已经设伫遐，已经大家拢非常的清楚，所以讲一步一脚印。我今仔日所讲的，不是要讨我的功劳，是要感谢现场所有长辈、时代乡亲，恁予素人这20几年来的机会，予我有机会，甲咱徛做伙来拍拼。只要恁甲素人讲，我绝对来做，努力来做。包括咱的太子路，我相信大家了解，过去伫台南县，咱的太子路是诶，87年素人当选国议员的时阵。我就清楚咱的太子路一定爱拍开，人着新丰区袂使靠一条中山路，为台南走到基山，这是素人的愿望。所以咱这几年来，咱的路拍开，下当通到咱的鼻仔头，包括伫咱河顺路，规年这道水无法度消透，规个水是拼过咱人着，走为咱的三明经济。增加着咱三明经济的负荷量，所以真着饮水，饮水非常的艰难困苦。所以素人争取三亿元，已经把咱的河顺路每条路为下底拍前进式的大管，拍两支大管，把这个水引入去路中，然后倒入咱的库管区。我相信，伫台南县大家了解库管区，但是合并了后，咱的库管区已经变。叫做咸水溪，因为咱这条路、这条溪是流到咱台南市的咸水溪，这个工程在咱的年底、在咱的年底要来完成。所以说明今仔这个时间，嘛是提到讲好侪，但是重点我会报告予大家知影。啊，非常感谢今仔所有跳秀、素人、社人、竞选团队，所有这个长辈是大好朋友，拢来甲素人。到站去，到支持，到赞助红旗。我今仔日竞选总部司令，靠这个票面，爱感谢恁，嘛感谢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，送来真多这的兰花、花篮、花筐，予我今仔日会当把这个票面撑到这尼那好。所以千言万语，感谢再感谢。所以拜托大家，咱的官车超越一定是后边好久啊。所以嘞，登记第
月二日，十一月二日，拜托大家绝对袂当听信讲素人的票已经足多啊，素人嘛已经当选啊，袂使，只要分一票，素人上路的机会就减一分咯。所以再次来感谢大家，拜托大家，拜托拜托，一定坚持我过去的脚步，要大家共同协作会来打拼。所以再次拜托，感谢您，多谢。